提醒民众，部分山区将出现土石坍塌、泥石流和大规模山洪爆发的可能。每年洪水一来啊，山里的毒贩肯定要趁乱转移毒品。他们专门走私了一批枪械，打算和货一起。一旦让他们流向内陆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带出去几个，就给我带回来几个。明白。已经十分钟了，现在他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。水库还有九十分钟就要泄洪了，你们位置十分危险，我们启程进一步。站住，别跑！泥石流，抓住我！快来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等你们回来，和家属们一起吃火锅。8077边防武警特战队，一般战士孔柱国。到。8077边防武警特战队，一般战士刘春